应该飞比跑快吧。 上起来吧。 留意脚下。 这里就是我们海西岛军队的训练营了。目前的反抗军绝大部分都是由海西岛的本土士兵组成，一部分人在踏贝沙跟幕府军正面交战，一部分人留在海西岛保护百姓的安全。哲平以前也在这里训练吗？是啊，可惜我还没有完全得到教官的认可，就不得不去踏贝沙参战了。只能先在后勤部队帮点小忙。我暂时会住在这里，如果你想找我的话，来这里就好。要是我不在。 你可以写个字条贴在附近的墙上，我看到了就会去找你。啊，糟了，快到与珊瑚宫大人约定的时间了，下次再带你逛一逛海西岛吧。我先带你去珊瑚宫。 珊瑚宫，应该就是那位珊瑚宫新海住的地方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
无论如何，粮草都是重中之重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如今我们和幕府军之间的冲突日渐激烈，必须要优先保证后方稳定。是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放心，有了之前那批物资，我也在着手扩充军队。人手不足的时候辛苦你们了，之后的局面应该会有所好转。扩充军队，太好了。 虽然不知道这次是谁在背后资助我们，但真是帮大忙了。哎，这不是哲平吗？你小子回海祈祷了？这位是？嘿嘿，是珊瑚宫大人的客人哦，我是负责把他带回海祈祷的。哦，哦，莫非就是最近军队中已有传言的那位，力大无穷、百步穿杨、金刚不坏的新人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啊？两位远道而来。 多半是有要紧事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之后有空也可以来我这坐坐。那珊瑚宫大人，我就先行告退了。珊瑚宫大人，我刚刚好像听到大酒保大哥说什么资助，那是什么？不久之前，有人写信给我，说愿意支持海祈岛的抗争，并且送来了大量的物资。拜此所赐，我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，招兵买马，与幕府军在正面战场展开对抗。 我对此也有疑虑。不过海祈岛并不富庶，这笔物资确实是雪中送炭，对方的要求也不过分，只说让我们竭尽全力对抗幕府军。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。那就当做是多了一个不愿露面的盟友吧。当然，也不能完全放松警惕。如果你们发现任何异样，请及时汇报给我。哎。 珊瑚宫大人，那前线的伙食是不是也会变好？前几天去伤兵营，那些家伙炒着要吃烤肉。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烤肉管饱，不过还是不许喝酒。<笑>太好了，也难为你们了。从演授令颁布，我们起兵反抗以来，军中的饭菜确实很少更换。之后我会和后勤部队进行协商。 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改变，不过我们的物资还是有限。胜利之前，还希望你们再忍耐一下。那演授令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这个问题，我也没有答案。演授令的颁布本就很奇怪，不管是天领奉行还是将军大人，他们的态度都很微妙。天领奉行突然对演授令追捧之极。 而将军大人似乎也对演授令带来的战争视而不见，在解开这些谜题之前，演授令恐怕都不会结束。我只能向你保证，只要演授令还在，我们就不会放弃反抗。现在我想再确认一下，在了解到海祈岛和反抗军的现状之后，你还愿意与我们一同抗争吗？ 好，那现在我正式颁布对你的任命。从现在起，你将升任海祈岛特别行动队箭鱼二番队的队长。箭鱼二番队？啊，是我理解的那个被冠以箭鱼之名的特别行动队吗？我记得光是进入特别行动队就很难了，居然可以一口气当上队长，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！虽然是破格任命，但我相信以你的智慧、勇气与力量。 可以带领这支队伍走向胜利。好耶！那我们什么时候去上任呀？鉴于二番队如今正在本岛西南处的山谷待命，最近有一些流浪武士闹事，需要特别行动队来稳定后方。委任书我已经写好，你给他们看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些流浪武士也麻烦你一起清剿。啊，特别行动队的人都是海祈岛的精锐，身上或许会有些傲气，不过。 相信你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。那我呢，珊瑚宫大人，有什么作战需要我吗？我也想为反抗军多做一些贡献。当然有了，等下我也会给你安排。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嘿嘿，虽然你已经当上了箭鱼二番队的小队长，但我也不会输给你。好吧，你小心一点，不要太勉强了。我们也出发吧。
虽然直升队长确实很厉害，但我也不会掉队的，早晚有一天会赶上你的。要是被人误解了就不好了。愿海奇大御神保佑我。今后一起努力吧。动身吧，旅行者，议事的诗篇还在等着我们呢。要是被人误解了就不好了。飞比跑快吧。在这儿哟。呀嘿，
你就是新任的剑鱼二番队队长吧？珊瑚宫大人已经跟我们说了，军队中早有关于你的传闻，委任书也确认完毕。不过我尚有一个疑虑。啊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是否值得我们追随。你们的意思是？放在平时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痛痛快快地打一场。不过现在嘛，这里有更好的靶子。我们驻扎在这里，是因为最近很多流浪武士闹事。如果你能把这些流浪武士干掉，我们就认可你的实力。嗯嗯，就让他们心服口服吧。让我看看你是否值得我们追随。上司无能的话，我们也会跟着送命，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可是很严格的。送上门的声音，别想逃开哦。有大家在身边。云野夜明到，往返自然。有两下子嘛，虽然不如传闻中那么夸张，但确实很厉害。介绍一下，我叫幸德，剑鱼二番队的代理队长，这位是加九，也是队伍中的老兵了。现在我正式把队长一职交给你，剑鱼二番队随时待命。遭到袭击的重灾区有两处，这里的流浪武士已经被队长干掉，他们的据点就只剩下本岛东部的浅滩了。不过那里的流浪武士数量更多，战斗力也更强。是呀，海七岛还在和幕府军打仗呢，不能让这些坏家伙在后面捣乱。飞比跑快吧。嘿，嘿，thank you.
起风了。啊！踏风，踏风共云行。飞比跑快吧？好多流浪武士。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他们在附近还有两个营地。不管我们进攻哪个营地，其他两个营地的流浪武士都会成为隐患，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支援或逃走。可是这样的话，队长有可能遇到危险。分兵之后，保护队长的人数太少，我有点不放心。没错没错，这点人还伤不到我们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，之后再回来与队长会合。速速退下！御风而行，朔风紧翼。别想逃开哦，我来保护大家。肥沙吧，可叹落叶飘零。不要紧，御风而行。啊，眼、哦、留意脚下。啊，只此一走。呵，哟呼，哼，该总攻击了。可以了，你没受伤吧？也不知道信德和家九那边怎么样了，要不要过去看看呢？队长，报告队长，其他两个营地清剿完毕，这样整个海奇岛的后方就暂时安全了。太好了，嘿嘿，既解决了流浪武士的麻烦，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不过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呢？还是回去问问星海吧。这次终于出了口恶气，早就看这帮流浪武士不顺眼了。不过幸得以前一直不让打。好，说的好像没有队长在你们打得过一样，我不是为了你们好吗？明明是你比较胆小。喂喂，不可以吵架哦。真是的，我们还是先去跟星海复命吧。
非比跑快吧？怎么样，上任的过程还顺利吗？虽然这么说，但信德他们应该还是稍微考验了你一下吧。不过相信以你的能力，通过这种考验还是很轻松的。你回来复命，说明登陆海奇岛的流浪武士已经被赶跑了吧？当然啦，我们可是把他们揍得落花流水呢。这样就可以了，接下来只要让大久保派人严加看守，就可以避免他们再次闹事。辛苦了，有功当赏，必须要给你奖励才行。让我想想，升职不行，太快了。增加军饷，我给哲平也安排了任务，是一个奇袭幕府海军的作战。他不愿意待在后方，我也尊重他的选择。啊，言归正传，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我想要交给你。特殊的任务？是的，在海奇岛和太贝沙之间有一处魔神遗迹，那里有几个小岛，经常被当作运送物资的中转站。不过这段时间存放在那里的粮草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消失，但是军队路过的时候却又说没有发现危险。我想委托你帮忙查证一下真相，此事并不急迫，不必太过匆忙。这几天你们不妨先熟悉一下军队，也可以在海奇岛各处转转。等哲平回来之后，你可以跟他聊聊天，然后找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出海。哲平他真的没事吗？一想到他以前冒失的样子就有点担心。对了，我们去训练营等他吧。好久不见了，怎么样，和剑鱼二番队那些人还合得来吗？嘿嘿，就让我这个前辈教你一些统兵之道吧。你要给他们增加军饷，还要设置一些悬赏，要让他们遵守纪律。还有什么来着？哇，哲平，你是从哪儿听来的？从一本八重堂出版的小说，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当时我用好几个团子当贿赂，那个朋友才答应借我看。居然试图用小说里的东西指导军队，这就是别人说的纸上谈兵吗？哼哼，不要小看我哦，现在我可是和你们一样，正在学习和摸索治军之道呢。没错，因为在海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现在我也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了，而且还是一个全新的小队，飞鱼一番队，怎么样？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？我问过珊瑚宫大人了，珊瑚宫大人说，我们的队服都已经在制作中了，等制作好了，我们一起去把队服取回来，之后换上全新的队服见面，想想就觉得很酷。唉，真好啊，多亏了从资助方那里拿到的东西。那个队服我也会有吗？当然了，你也是我们海西岛军队的一员呀。好耶，队长，有新的作战任务到了。嗯，我现在过去。那我先走了，下次再见。你可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被我轻易的超过去了。我们才不会输给你呢。这可难说，现在我的状态超级好，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时候。没想到哲平居然也升到小队长了，看来他真的很努力呢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去魔神战争遗迹那边看看吧。有五郎大将在，前线一定不会有事的。
需要速战速决。留意脚下，情况不乐观，必须要速战速决。果然还是这个价格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各种日想了解些外面的事吗？我这儿有些剧情，非比跑快吧。非比跑快吧。来踩小水坑吧，看看谁溅出来的水花更大。哎，嘿，呀嘿。是这里了，不过确实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家伙。难道说是躲起来了吗？我们在附近搜寻一下吧。这些雷元素方杯感觉有些可疑。你的命运，
收起来吧。又来了。一起来玩吧。哦，我来保护大家。焚烧吧，你犯规。判断失误了吗？在这儿哟，该总攻击了。哎，好，哇，终于搞定了，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呀。不过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球球雷斗王呢？想不明白，而且这里的气氛也有点古怪。总之，这里的事情应该已经搞定了，我们还是快跑吧。啊，哲平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我也很惊讶，原来是你们在这里调查。我刚刚运完物资从前线回来，想要顺便清理一下附近的威胁。没事吧？你看上去有点怪怪的。没事没事，估计是前两天出海的时候冻着了。路过这里的时候，我听说有人不久前刚刚登岛调查，就想过来看看，万一有什么危险，说不定我还可以当一回英雄。可惜遇到的是你们，看来我算是白来了。哲平，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氛围有些特别？嗯，这么说的话确实有一点，可能是因为这里靠近魔神奥罗巴斯的骸骨，碎神的气息比较浓郁吧。魔神奥罗巴斯，那是……哎，你看，那个就是奥罗巴斯留下来的骸骨。哇，这么大的蛇骨，看上去好吓人。是奥罗巴斯把我们的祖先从渊下宫带到地面上，才有今天的海奇岛。我们的祖先一直视他为守护神，但魔神战争期间，奥罗巴斯入侵了八运岛，雷电将军亲自赶来，以无响的一刀将其斩杀，那一刀也形成了如今的无响刃侠尖。无响刃侠尖居然是被雷电将军砍出来的，好厉害。是啊，不过魔神战争异常残酷，八运岛在那场战役中化为废墟，据说将军也曾在那时失去了珍视的事物。奥罗巴斯死后，海奇岛与幕府就多有不和，但这次成立反抗军不是为了信仰，只是针对衍兽令。奥罗巴斯毁灭文明，是将军站出来阻止了他。如今将军颁布衍兽令，剥夺民众的愿望，也必须有人站出来阻止将军。我先回去了，刚解决完幕府军的精锐武士，我回去休息一下，等会儿还有其他要做的事。啊，你们也赶紧向珊瑚宫大人汇报吧，这里说不定还有残留的碎神气息，长时间待在这里对身体不好。别担心，我的身体硬朗着呢。没想到哲平已经能和幕府军的武士交战了，不知不觉他也成长了很多呢。我们回去向新海汇报吧。要带上我吗？愿海奇大御神保佑我们。新海，我们回……哎，五郎也在呢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他们的表情看上去好严肃。出现这种异常情况的人大概有多少？还没来得及完全统计。新海，五郎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最近反抗军部分军事出现了诡异的老化症状，我将他们叫来盘问，才知道
他们私底下从资助方那里拿到了一些秘密武器，他们大多争强好胜，对眼首领极为不满，拿到这些秘密武器后一直在悄悄使用。难怪最近战局异常顺利，但这绝非正道，必须尽快禁止。五郎，你有拿到他们所谓的秘密武器吗？大部分持有秘密武器的人不肯交出，但我还是拿到了一枚。你知道这个东西吗？这么说，资助方的身份其实是愚人众。可愚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时间细想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通知军队放弃使用邪眼。最近有异常的士兵都需要接受治疗，希望还赶得上。等等，说到有异常的士兵，应该不会吧？我们快过去看看。要是被人误解了就不好了。五郎，我们也去反抗军营地，必须立刻制止邪眼的流通。是，珊瑚宫大人。情况不乐观，必须要速战速决。是你们，你们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先站起来。奇怪，总觉得身体没什么力气。还没来得及跟你细说，我最近啊，又立了好几件功劳。乘船与幕府军海战，一个人击退幕府武士，营救被围困的同伴。以前的我，做梦都不敢想。如果我能再强一点就好了，再强一点就能做到更多的事了。奇怪，我的秘密武器呢？什么时候？大概是在你被封为剑鱼二分队队长不久之后，我遇到了资助方的神秘人，他们给了我这个，然后跟我说，只要想变强，这个秘密武器就会回应我。简直就像是神之眼一样吧。我没用过神之眼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。邪眼听上去是个不太好的东西呢，和神之眼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样吗？确实
像这样来历不明的东西，有风险也很正常吧。最近这几天，我越来越疲倦，心里也隐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之前只是战斗后会更累一些，结果今天回来之后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看不清东西了，真是遗憾啊！本来还以为要赶上你了。我果然没再被神明注视着呀。能拜托你件事吗？等到我们的队服做好了，你帮我把我那份也取回来，我们一起换上。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伙计，别担心，让我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说不定就没事了。这瓶喂，你要去哪儿？喂，飘摇风雨中，睹物思故乡。这把刀是我与故乡唯一的联系了。哲平的情况还好吗？我已经下令在军队中收缴所有血眼，绝大部分的人虽然出现了生命力流失的现象，但情况还不严重，但也有少部分人。珊瑚宫大人，我打算单独开一个伤兵营观察他们的情况，将士们闹得很厉害，明知是血眼他们也打算用下去。此事交给你来负责，我必须要去一趟前线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军心一定会有所动摇，如果幕府军趁乱进攻，就功亏一篑了。你有什么打算吗？不行，太危险了，锁国令还在继续，他们的邪眼应该是在到期生产的，能够调动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，背后必有本土势力支持，想要阻止他们就只能捣毁他们生产邪眼的工厂，但那里一定有重兵把守，不能让你冒这样的风险，至少带着军队一起。珊瑚宫大人，我们收缴邪眼的时候很匆忙，应该瞒不过于人众的眼线，如果我们再花时间整顿军队，他们听到风声一定会提前逃走。我知道，让我想想，在收缴邪眼的时候我确实想过，工厂既要庞大又必须隐蔽，还要临近交通要道，保证原材料供应，符合这些条件的地方不多，再结合士兵们收到邪眼的地点推断，工厂很可能是在八运岛西南部的临海山崖。我不会阻止你，但你一定要小心，我们失去了很多曾并肩作战的人，不想再失去你了。哎，要去那个邪眼工厂吗？真的吗？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好吧。各种日用品便宜又好用。这个价格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Thank you.
顺着风的方向。该出发了。见到了这么美丽的景色，自然会产生云游四海的想法吧。做些什么好呢？